来来来，这儿没外人，两个丫头，你们一起吃饭。这样不大好，老爷，你治你的，别管我们了。没有什么不太好，你们两个恭敬不如从命。什么从命不从命的？我才不是虫子命呢，我呀是倒霉命。两只小虫子，快过来吃饭吧，老爷之命，丫头听命也，坐下乎吃饭乎？ 好了，赶了一天路，大家都有倦容了。小燕子，咱们脸色不好啊，不是有病了吧？胡大夫，吃完饭给他瞧瞧。是，天气热，怕是有点中暑。等会儿开腹去暑的药，熬上几碗。每人都喝一碗，有病治病，没病强身嘛。有大夫随行，实在是方便极了。来来来，大家别拘束了，好好的吃吧。好，来。 你不是常说“气死事小，饿死事大”吗？赶快吃啊！多吃点东西，可能会舒服一点。二太，你们找人照顾那个采莲，她吃过没有？ 这个，我给他送去。老爷，我的头真的好晕，我先去回房间休息，我吃不下去了，对不起。我陪他。